俄罗斯总统事务局中央临床医院当地时间30号夜间发布消息称，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当天晚上因长期重病医治无效去世，终年91岁。另据塔斯社报道，戈尔巴乔夫将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，紧邻其夫人赖莎所下葬的墓地。